职场人的死要面子。突然请景先生来用餐，会不会有点困扰？之前听说你升职遇到一些问题，来想请你来我家，给你见见。结果又出了事，怎么样？现在麻烦解决了吗？还需要帮吗？嗯，他不知道您是做的收藏，你老公这么有钱，不至于连瓶酒都舍不得吧？但是我不舍得，毕竟什么样的交情是什么价位的。